学佛答问，答香港参学痛修之九十一。Tilda 杠名二一四三九零零零一，容量一百七十六百万位元组。https://www.youtube.com 圈一级星号。Tilda 日期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共一级，地点讲于华严讲堂，香港。华藏净宗弘化网 http://www.watson.com 净空法师专辑网 https://www.facebook.com/@。 影片字幕问底下一个问题，不少汉的居士对西藏密宗的非议很大，他们引用楞严经对四皈依喇嘛喝酒吃肉或打着双修旗号骗色的行为，直接是为邪魔歪道全盘否定了西藏密宗。请问西藏密宗到底是真正的藏传佛教，还是他自己的本土宗教？答：西藏佛教是从印度传过去的佛法。诸位一定要知道，佛没有定法可说，佛法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古印度跟西藏土著，他本土里头有些神道教，所以佛教这个教学非常高明，他不排斥，他不否定别人，他能够把他圆融贯通，所以称之为密。这个密是神秘，佛教学本身讲密是生命，这个道理太深了，不是一般人能懂的，所以称生命。在西藏确实生命之外，它还有神秘。为什么古印度这些神教像婆罗门教这些教统统融汇在一起，而佛给他做新的解释新的教义，真的把他们都变成佛教，这很高明，不排斥他，教他觉悟。所以佛是觉悟的意思，觉不迷就是佛教，迷不觉那就是迷信的一种神道教，这是土著的宗教。道理一定要清楚，要明了，西藏的教是佛传的，这宗是佛教正归的一个宗派，而且是属于高级宗教。为什么？你看《华严经》讲到四种无碍，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最高的是讲到事事无碍。如果他没有这个境界，他要想跟着学全都堕地狱。我的老师是密宗的上师，跟藏密是一家，张家大师。藏密的乘船是四个喇嘛，现在大家熟知的只是晓得西藏的达赖班禅，另外两个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在从前都知道，只是最近的时候忽略了。以前统统知道，内蒙外蒙，内蒙张家大师，外蒙哲布尊丹巴，他们这四个四兄弟都是宗喀巴大师的学生传人，张家大师尤其是贡献大。你看在清朝四大喇嘛只有张家大师住在北京，常住在朝廷，跟帝王接触的机会最多。国师你看看清朝历史你就晓得，所以我跟大师三年，我认识他，跟他学的时候他老人家65岁，他是68岁过世的，我的佛学基础是他老人家奠定，这是个真正善知识，他告诉我，我才晓的密法在佛法里面就像学校里面的博士班一样，他是最高的博士班。你就晓得博士班要什么人才能修，要硕士才能学博士。
你要不是硕士，你说随便一个人去学蜜，哪有这种道理？好像我什么基础都没有，我一下就念博士班，这是不可能的。那怎么会不堕地狱？所以藏传佛教先要学显教十年，他们定的是十年，十年显教，经过考试及格，及格。他有个学位叫格西，拿到格西的学位才能够学密，这是藏传密教学习的次第，不是什么人都能学的。那在真正大乘佛法里面，讲学密是什么时候？我们讲很开放的，这个一般的标准初住菩萨，也就是说他已经证得法身，他已经超越十法界，他才有资格，就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他才是无碍，才有这个能力。你还有烦恼习气没有放下，譬如说修双身，修双身他还有淫欲的念头，他就过地狱。修双身没有淫欲的念头，淫欲从哪里断？从淫欲里头没有念头，这淫欲真断了。这是什么人？你能不能做得到？你做不到，你的淫欲要堕的欲，你做到，你超越十法界了。所以密宗旨有十报庄严土跟阿鼻地狱当中都没有，你上不去你就堕下来了，这是老师告诉我的。所以我们对于密宗是非常尊重，但是什么不敢学，真有烦恼习气，你吃肉他真有贪心，真觉得很好吃，这就堕落。真有这个功夫的人，吃那个跟没吃一样，他能够吃肉，你剩一大碗的狗粪给他吃，他照样吃，他没有分别，这是真正的。如果肉吃的很香，摆一碗大粪给他，他就不敢吃，他就是假的。你说这个多么不容易。再过去，这是高僧传里面有个故事，也是有个得道之后高僧，他的行迹也就不再讲究，但是教学生教得很严，持戒很严，督促很严，他自己也喝酒，也吃肉，也到外面去应酬。学生不服，不服，他笑笑，好，明天我请你吃肉，你跟我一道去。到第二天叫大家准备本机，锄头背着去，到山上去挖死人的死尸，挖出来的时候，你们大家吃，我请你们吃。没有一个人敢吃，他在那里一块一块津津有味，大家呆了。他说你能像我这样子，可以，你不能像我这样子，乖乖持戒，你不要学我。学生服，这个不容易。所以密室不学密就不能成佛，密室最后一关，你全部要通过。真正是不起心，不动念，不但是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分别执着是低层的，最高的是不起心，不动念，你才圆满成就。现在密宗里头这些大德，我们看他的行迹，我们不敢非议，为什么？不知道他的境界多深，我们只有赞叹密法，决定不批评。但是我们自己晓得，我们到不了这功夫，他是真的是假的，不要去管他。这里头有真的，当然假的也有不少，我知道有假的，龙蛇混杂，可是我们对他有恭敬心，这自己的德行。问藏的喇嘛的行为是否如法，
汉的非议。西藏密宗的行为是否如法？答：总而言之，批评都不如法。为什么？批评你里面已经生了分别执着。你从佛法原理上去看，他这批评人家这个如法，那个不如法，你首先自己就不如法，你自己要如法，顶多笑笑，点点头，没有意见。意见是什么？你有意见，我没有意见，这是真的，真的佛法。你说遇到了什么不和自己意思起来就来抗议了，这在佛法里头没有。释迦牟尼佛一生也遭遇很多困难，从来没有抗议的行动。所以我常常讲，琉璃王灭释迦族，你看这个事情大不大？释迦族被人家消灭了。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当中，在佛经上我们看到有十六大国王，他如果一号召让十六国组织联军来救他的国家，这很容易做得到，他为什么不做？他为什么要不阻止？看到自己的族群被琉璃王消灭，所以劝他们有这个灾难，劝他们逃难逃掉。有些人逃掉，释迦族也逃掉了，逃到西藏，在西藏就落户。所以释迦牟尼佛那一族的后人在中国后藏以后就没有回去了。你可以逃掉，逃难逃掉，族被人灭掉。佛的学生有很多有疑惑，目间连他有神通，他拿着钵救了五百人送到天上安置。灾难完了之后，他向佛报告，他说我用神通救了五百人。释迦佛说在哪里？他说在我的钵，在天上。他说你去看看。结果目犍连把钵拿回来之后，一看完全化成血水。他就问佛，这是什么回事情？佛说定业难逃，就给他讲这个过去世的因果，冤冤相报不能救，冤冤相报应该受这个灾难，你救的承受，没有抗议，没有说话了。在中国历史上三五灭法，你看看出家的法师在家居士有没有出来抗议的？没有，这叫真护法。为什么？让社会大众都看到佛教徒遭这么大的侮辱，受这么大的难，一句话不说，这是什么？这是最好的功名。所以底下一个帝王就极力拥护，这叫真护法。如果提出抗议，要跟政府抗争，那人家说的佛教徒不行，你看他还是闹事，闹事就不应该要他，佛法就真的被灭掉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统统表演给我们看，佛法永远是和平，永远不争，什么灾难都能忍受，忍辱波罗蜜连歌力王歌劫身体都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个怨恨的心，这就成佛。你还经不起这些考验，你是凡夫，你没有功夫，什么样的委屈你也不能上街头，也不能上法庭，哪有这种人？那把释迦牟尼佛人丢尽了，这怎么可以？所以这些都要靠教育，都在经教里头，多读经，多了解，多接受教育，你就知道应付这些世间所谓疑难杂症，你统统都能化解，都是最适当的方法来处理。回向记，回向文，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回向尽虚空遍法界众生，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众生与我等，皆共成佛道。愿以此功德，消除宿现业，增长诸福慧缘，成圣善根。所有刀兵劫及与机警等，悉皆尽消除。人各习礼让，读诵受持人，辗转流通者，现卷前安乐，先王过超生，风雨长调顺，人民悉康宁，法界诸寒食，同证无上道。祈求佛力加倍，回向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勿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愿望，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法界一切众生消灾免难，离苦得乐，同生乐邦。忏悔文：弟子向无始劫来我的一切怨亲债主，即因我罪而伤害、杀害的一切众生，表示深的忏悔。愿将我一生所修功德全部回向给他们及一切众生。愿他们及一切众生早日离苦得乐，共修佛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感恩词，弟子真诚地感谢诸佛菩萨、一切龙天护法尊神大恩，感谢净空法师和一切善知识大恩，感谢一切善知识及无始劫来生我养我的六道父母和一切六亲眷属大恩，感谢一切冤亲债主大恩，感谢同源一体众生大恩，真诚地感谢一切帮助我关怀照顾我及施恩于我的一切众生，尽此一生老实念佛，求生西方，以示回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恭敬转载流通，欢迎大家转贴分享利益众生功德无量。丘丘的南无阿弥陀佛。净空法师专辑网站 http://www.net.tw 佛陀教育网络学院 https://www.youtube.com非等于九 ministry can event 等于 video underscore s c action and reader underscore token 等于 u 二 c i h a 六 u c p 七 k k c t s l p 零 j g a q w t 八 c 八 n t u 零 n c g e n c smooth set n c c w n c x n q 等于 h t t p3% A 2% 楼 2% F www.college 2% Dent College 2% YXASP 有关净空老法师主要影音多个最热门受欢迎链接网站 https://www.youtube.com 3 = L7390FA